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移行观。这各行各业啊，现在我们会看得到都可以有蓬勃的一个发展的。不过有时候啊，某一些行业现在大概就不太容易看得到。譬如说大家看到这次西班牙画家韦拉兹贵兹他画的，这是在卖什么？这是在卖啊，卖什么东西？这个比较简单的，这里有蛋，然后在这个小炉子啊，把它炒一不是把它这个煮一煮等等。小朋友要来买这个状况是卖蛋的这个情形啊，好，这个比较容易看得懂读得懂。好，再请教您，他这个在卖什么？这有个杯子，里面看起来是透明的一个东西啊，然后这个瓮在这个地方，难道他卖酒给这个小朋友吗？答案当然不对，他是卖水给这个小朋友，连水都要买啊！是，现在我们不是买矿泉水，买很多的水啊。人类历史里面很多的水，其实绝大多数的一个时间里面，水都是不洁净的，因为里面到底很多的这个污染啊、感染源在里面，所以能吃到干净的一个水，这是非常非常要珍惜感恩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喝水前，请您先不要一下子就把它喝下去，多看它几眼，多想回想一下。我们的祖先绝对不是这么样的理所当然拿到一杯水就这样喝下去的这个状况啊，所以真的要珍惜这个得来不易，更何况买那些矿泉水现在是不需要的，开水是最好、最自然、最环保、最健康的饮料，这个就是卖水的一个状况。所以吃的东西啊，影响人类历史非常重要。水为什么常受到污染的这样的情形，就是因为水里面本身啊，细菌容易在里面滋生啊。那食物里面也是含有水的成分很多，所以很多的食物就是尽量想办法要让这个水分啊，怎么让它维持在最低的一个状况，这样它保持的时间才能久一点。譬如说做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个面，这是面，这是在日本的做拉面，日本拉面，其实日本拉面起源地不是日本啊，是中国，那么后来传到横滨啊那些地方去以后，他把它发扬光大，又要弄得很 Q 啊，所以你看看它机器化产能啊非常强啊，你要把它抖开，要把它这样的一个这个长度啊最合适，太长一点，力量太多一点，它就断掉，所以你看整个用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让它的一个制造工厂一致性做得好，从短变长，然后出来以后它还要拿到外面去啊，去把它风干的这个状况啊晾起来。那这个晾起来最主要目的，大家想想看，最主要就是让它这样在细条之间啊，它都能得到空气这个日光的曝晒以后的结果，这个水分就会降到最低，所以它的保存呢就能够时间拉长。所以人类的食物里面很多都是干的，为什么干的？干的它才能保存久啊，它才不会腐败啊。好，另外看完日本风味以后，再请大家看一下这样的这个情形啊，这在做什么？也是一样，面，这是意大利面啊，意大利面的形式啊，大家可以看到有长条形的啊，也有不同的，它长条形也是经过机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以后，它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一致性啊，也有这样子哇，好像开花，也有好像管状的各种不同的这个形状，所以意大利人啊，你看意大利设计比较强啊，所以包括在面条的一个设计上就比东方来的有创意一些啊，吃起来感觉也不太相同，嚼空心的跟你嚼实心的长这个宽薄等等啊，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考量，也是啊，工厂的一个非常一致性，所以他们总共有大概600种意大利面啊，非常恐怖啊！你想想看，我们平常吃面哪有人宽面、细面、刀削面等等就解决了？才600多种，光你要选哪一种面，我看这个恐怕就已经觉得这个变化很多。只要一天选一种，2年你还吃得完这样的一个意大利面，然后把它放到这个盘子里面这个锅子里面去煮啊，自然就能达到好的这个佳肴。
煮意大利面的面诀，这个秘诀是什么？不能煮太熟啊，太软了，这个嚼劲就不好。所以基本上你看它这个建议的那个要煮的时间呢、比它少一点，这是比较合适。然后啊，要加进这个番茄酱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所谓的意大利面的。然后再用这样盘子端出来，开玩笑，那个好像很简单的东西，突然就变成哇，这个品质提升的很高的这个状况啊。所以看到这里，口水都快滴下来。其实意大利面的制造是不是意大利开始呢？面条的一个制造啊，大概希腊罗马时代就有，中国古中国那也已经有，所以不能说意大利面是意大利人的发明啊。但是呢，他原来吃的人呢是意大利比较贫穷的人在吃的，比较贫穷，想不到现在变成全世界大家都很喜欢的一种食物啊。贫穷的人后来，这些贫穷人自然也想要这个能不能有翻身的机会，所以移民到美国去啊，然后把这样的一个食物带到新大陆去以后，造成啊各地啊大家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意大利人跟意大利面有什么关系啊？有，把番茄酱加进去啊，造成我们现在对意大利面的这个想法是意大利人发明的，所以还是跟意大利有一些关系啊。所以水分的多寡跟感染其实密切这个关系啊。譬如说有一位60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她来医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咳里面还有点血。这样的一个状况，她本身又抽烟，女性抽烟是，这在台湾越来越多。然后给她照起 X 光来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这里不对啊，这里有一个这个阴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有这个阴影在的时候，当然又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病史啊，就是咳嗽有咳血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大家就不能掉以轻心了。有没有发烧？没有。这个电脑断层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在比较后面的地方啊，是有一团这样的一个组织啊。大家一想，这个东西比较有可能啊，这个从侧翻过来看的时候，就是非常靠近胸壁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影像？就是要做一个切片抽吸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要去判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临床上的历史这病史上给我们看到的，我们要想到肺癌的一个机会是比较多一点，但是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所以要眼见为凭啊，所以要透过超音波或者是电脑断层的指引之下啊，给他做这样的一个抽吸的一个动作啊，做一个抽吸的动作啊，这个临床的医师啊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定位以后，找到那样一个点，然后给他做抽吸的一个动作。抽吸完以后啊，看起来没有癌细胞的这个状况啊，那不就是放心了？那可能是不是感染的一个机会比较多一点？那就给他做这个抗生素的一个治疗。这是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抗生素治疗，大家可以看到原来的这个灰白色的范围是这样子。经过一个月以后，好像没有什么改善了，没什么改善。那这又很担心了，那你不是说抽出来的东西没有癌细胞，那不就不是癌症吗？其实抽吸的这个动作并不代表100%啊，因为你拿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是不是有其他的部分没有看到？是不是癌症的可能性还是有呢？所以啊，后续还是给他安排做胸腔镜的切除的一个手术，把这一部分的一个肿瘤给他肿块给他切除掉。切除掉的一个结果是不是癌症呢？不是啊，是一个脓疡啊。所以看得到都是这样的一个白血球的一个尸体啊，在这个地方，意思它是跟细菌做殊死战。那你说不是给了抗生素吗？抗生素不是所有的细菌它都有效的，你也要知道是哪一种细菌啊。所以这个整体的一个过程中，就告诉我们，其实医疗它的一个变化，我们要实时啊注意到它的一个可能改变，然后实时啊来做这个医疗上的一个这个调整啊。那这个看起来雾茫茫白茫的一片啊，这也是感染，这是肺炎。就刚刚跟那个脓疡比较不一样，脓疡它就局限在一个区域一个小的一个地方啊，被局限在那样的一个地方站一样，而不是全面性的造成影响。不过这个就是肺炎，那经过治疗以后啊，慢慢有得到改善的状况啊，产生的问题也一样，都是局部这些小的气管、小的支气管，它发生阻塞的这个情形啊，让痰呢塞在那个地方以后，那么进一步肺部啊，它本身就容易产生出感染的一个问题出来。所以我们的痰呢也是很重要，要多喝水，年纪大一定要让它多喝水，不然这个痰呢太浓稠啊，容易去塞住的情形啊。所以提到意大利面，来碗
这个不太咸的意大利面吧。感谢收看，再会。